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新的脸。今天好像说错话了，很多细微的情感上的东西我感觉不到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好像对自己的身份出现了障碍，总觉得别人在看我，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还活着。 怎么样了？乌鸦一号就位。无人机你都起名字？赵薇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Steven， 这边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。不好意思。哪里？在这边，但是有几点我看不懂。 我们是来修顶层电路的。到三楼，你会看到一个通风口。信吧，我相信你。 就多多劳烦大家啦。
我要启动星爆了，卷毛，卷毛，能听到吗？卷毛，坤。 谢谢。情况有变，莲花，莲花，你在干嘛呢？莲花，莲花。 搅麻的后的滤盒，把固态铝合金手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烟雾，小心别烫到。什么情况？刚才上去了两个人。 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季云呢？救服务机师。季云，他们朝你的方向去了。从保安的速率来看，你还有不到100秒的时间。调三楼监控。三楼监控是我们自己换掉的，看不到。你怎么还有新的吃薯片啊？ 我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来问问题的，让你回答问题的。说吧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的我都写了。 你的脸是铁做的吗？你们怎么拍到的？这个难吗？你们四个人，五个，还有一个人，是谁？我对第五个人也很感兴趣。
楼上这个找到了。我对咱们这次任务总结一共四个字儿：简单、完美。差点因为你看直播，导致咱们这次任务失败。你再说一遍。差点因为你看直播，哎，你再说一遍。张威，你看他。好了，别闹了。整不了你，小样儿。季云从来都不会出错。 我要是不搞点事情出来，显得我们都没有技术含量啊！哎，林化，你看见我那包薯片了吗？什么薯片？啊，对了，季云，我损失了一架无人机，你得赔我。高原，帮忙开一下服务器。哎，撒手！ 你想要的任务失败。为什么？我拿到了数据，结果才是一切。我们对结果的定义不同。 又是个测试，别人的任务我们从来都是顺利完成，而你的测试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认可过，从来没有，哪怕一次，我会向你证明的。 飞机、薯片，任务失败了。任务失败了。我们不是拿到数据了吗？都是你，肯定是因为你看直播。我需要另一个任务啊！这么急，另一个任务？喂，我去个厕所来不来得及啊？张威。 这已经是第73次我跟你说，我受不了林化了。离婚。
你又去暗网干什么？你疯了吧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任务。生物学家的研究记录备份。暗网任务，这种任务我们做过很多次，只要暗网最高级的任务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的，搞不好我们大家都会送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可以决定我们下个任务做什么。对，你一半是铁做的，你说什么？ 你记不记得上次你及暗网任务？上次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需要这个任务。我说错了吗？ 你是要证明给他看，对吗？对。可你不觉得这次太心急了吗？我们被 K 踢出局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接别人给的任务。不行。K 的认可，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 K， 他一直在给我各种各样的测试，我也一直都在尽最大努力去做。可他从来没有满意过。我想证明我可以完成的不仅仅是测试。直到这一次，我以为会是个真正的任务，结果还是一样。K。 一直在帮我做更多尝试和突破，是他指引我找到你们。对我来说，变色龙黑客团一直有第五个人，他就是 我相信纪元，把笔还我。
怎么又摔在浴缸里？太阳八点的时候，照射角度正好是30度。我根据阴影的覆盖面积和谷歌的平面图推算出的结果是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什么样的生物学家可以住这样的房子？我拿了3张博士文凭，却还在这里住。这里很好，只要你把你那堆垃圾收拾好。季云，你查到了什么？这个生物学家叫 House。就职于美国一家叫创币的生物制药公司，他没有微博，没有 Facebook， 网络上没有任何漏洞。但我顺着他的银行卡信息，查到2年之内，他在暗网有超过2万比特币的交易记录，都和51具受感染的生物体标本有关。他后天有个采访。我都说了吧，这任务没有这么简单的。不是讨论过了吗？我们就是说说嘛，我又没说我不去。他的采访内容是生物能和机械能的转换，这个我高中论文就写过了。第一集。把裤子穿上。你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只为了得到 K 的认可，看来你也不像你资料上写的那么聪明啊。当天，按照我们的计划，这个任务看起来没什么特别。问题需要您配合回答一下。好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帮您擦一下。嗯，没事。高远借口电量不足，让我送电池，并找机会离开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上一个厕所。而林化回留在车里改闭路电视的监控。不是。我们还是来对一下问题吧。嗯，好。首先，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的成长环境。其次，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生物但是，一切的发生超乎了我们的想象。他们的监控装置是3套独立的相互监控系统。我尝试断开其他2套系统的线。
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人，快！总部有突发情况，快点！快快快快快！他们要跑出去了！ 这就是你说要向我证明的。我说过，结果最重要。我已经拿到备份了。你走吧，这件事不是你能够处理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让我自己走？不走，你又能做什么？ 雪呢？你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被他们抓走了呢。生物博士背后的制药公司隐藏了一个阴谋，是个……纪云，你够了，高爷，你把录像给大家看一下。 看一下，我们以为你被抓了，就下载了全部的监控录像，就看一下。这个任务不是现在的你可以碰的，你走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让我自己走？就像你自己说的，结果最重要。如果你现在被抓了，还怎么完成任务？ 纪云，跟我解释一下吧。解释什么？这还有什么好解释？拿我们都当炮灰，自己去完成任务。纪云，你真够可以的。不是，当时 K 是跟我 K，你满脑子只有 K。你从来没有拿我们当过意下人。不是，当时 K 跟我说他 K， 你以为 K 真的在乎你吗？ 你也只不过就是他的一个工具，一块，随时可能被扔掉的工具。你再说一遍。服务器被入侵了。怎么回事？发动机超负荷了，如果不能快速冷却，有75%的可能性发生爆炸。这就是你要的结果。走啊，走，纪云。 纪云，你还在干什么？赶快走！别忙了，快走，快走！
先走 ，CPU 被调了频率，我要断开他跟组电源的连接，我能保护基地。走。到底是什么？一台机器。你有37.5%的部分是机器，应该算是半台机器，还不到。你们都知道。为什么只有我自己不知道？是你自己不让我说的。我先帮你处理一下吧，你这样有点吓人。高远，你一直都想知道 K 是谁，或者说，你一直在隐藏 K 是谁。季云，你就是 K。
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自己看吧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新的脸，喜欢吗？还是有点痛。今天脸部的肌肉换成了纳米网，现在有表情了，回弹力好了很多。今天不小心碰到了水，出现了短路，皮肤的单向透过性还是无法很好的模拟出来，看样子以后洗澡都要各位来帮忙了。我发现长时间的脑力工作并不会产生疲惫感，越来越喜欢这个身体了。哦， K 今天给了一个新的测试，加油。测试完成的不错，出错率越来越低了，相信离真正的任务应该不远了。K 对今天的测试依旧不满意。今天好像说错话了，被张威骂了一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好像很多细微的情感上的东西我感觉不到了。当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跟我人的那一部分说话，还是机器的那一部分。所以我回答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应该用机器还是人的那一部分。我好像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出现了障碍，总觉得别人在看我，无论走到哪儿，总觉得有眼睛在盯着我看。刘华，当你看到这段视频时，我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。虽然你制作的身体让我感受到和我之前的并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还活着，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人。所有的事情我无法认清做出反应的是灵化的机器还是我自己，所以我用木马黑进了自己的大脑，做了一个程序去抹除关于自己自身的这段记忆。我把这个程序交给你，只要你发现将来一旦我有怀疑自己身体的迹象，替我按下清除键。虽然做人反应比较慢，情绪比较多，怕死怕疼，但是我还是想作为一个人继续活着。暗网最高级的任务，搞不好我们大家都会送命的，知不知道？这就是你要的结果。你从来没有拿我们当过异乡人。
之后的事儿，你们比我清楚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的团队已经解散了，那你现在跟我解释一下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是。你要是敢动他们，我把你们所有信息都放出去。消息是我散出去的，我猜他们得到消息之后一定会来救你。人呢？那小子，妈的，滚开！他们跑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主管保安，你问我怎么办？封锁所有的入口，就在这里守着，他们一定会来救他的。那如果他们发现地下室的话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就算他们找到了地下室，没有我的指纹和虹膜，他们谁都进不去。谢谢。人就到了。季云，你个白痴！你们为什么要过来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惹上了什么样的麻烦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有个铁皮脑子扔下一个破纸条就不负责任的跑了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。你们顺着通道一直走，会看到一个电梯。我把地图同步到你的记忆芯片里。这个莲花又掉链子，小屁孩说谁掉链子？走。醒醒，老大，你醒醒啊，老大！老大，人呢？快去实验室！
来人来人，到实验室，快点！是你们，他们找到了 DNA 的遗传缺陷，并在缺陷处植入了病毒体，使得单一性的 DNA 病毒变成能够广泛性传播，这种病毒如同 HIV， 人体是无法抵抗的。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病毒的耐药性，使人的药物产生依赖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把病毒放出去了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到中央机房，然后备份所有的研究数据？即使他们把病毒放出去了，我们有了数据，也可以利用病原体做出疫苗。我们走。当心！走，高原。小心，别打坏主服务器。别过来，不然你怎么炸我的基地，我就怎么炸回来。我想你们应该知道，药品仓库也在这里。如果你们把这里炸了的话，不仅会造成泄漏，会让无数人感染，危险不亚于十四世纪的黑死病。你中枪了，现在才知道关心我。早就知道是吧？你是怕连累我，所以自己来了。一定要把数据带出去。即将破坏，自毁倒计时开始。第二个人，关了他！我关不掉！我让你关了他！这是程序的自我保护，没人能关掉。
险也跑不出去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赶快走！你还等什么？赶快走！我要想办法。这里要是爆炸，病毒会泄露，你们都会死。只要是爆炸，你就从来没有成功阻止过。少废话，把数据带出去。有了数据，就一定有办法。走，走啊！我在，相信你最后一次。取得控制权，帮你们把门打开。你阻止不了爆炸，你自己很清楚。走吧，活下去。不是结果最重要吗？你要是死了，这一切还有意义吗？47 46闭了所有的门，这里的一切都会埋葬在这里，不会有任何痕迹。季云，我们会再见的。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。
Your brain is mechanical, no. The plans are illogical, no. You best prepare to fight when accused, 'cause otherwise they're coming for you. Faces.